你唔信啊？我講翻段故事聽啊。兩年前，林吉祥嗰陣74歲，同我哋嘅劉振東、廖振東，有佛州嘅 MP， 有佛州嘅 P， 有呢個行動黨主席，去一個馬尾區喺新山叫巴西古丹開咖啡廳安壇。兩年前政治被降穩勁嘅時候咧，得幾個阿伯喺度吹水飲茶，聽林吉祥吹水，吹到一半嘅時候咧，巴西古丹係毛統區啊，有嗰啲乜咁 fit， 著紅衫嘅。飛舞刀啊！毛統青年團啊！飛舞刀嚟噶，係等於 stop。但之後嘅唔可以遠講。劉振東繼續講，攞翻咗頂珠頭落嚟，捉住劉振東後頭。請你等下咪嚟要半面啊！要知道點樣跟我。林吉祥74歲，佢哋話想講唔好講啦，佢哋山拉上車走。我睇到報紙《星洲日報》頭條講封面。我哋劉振東講：如果我邱光耀院講邊個咁撚好嘢上台捉持我，我一粒打啊！劉振東你打啦，你一個打十個添。不過對方係乜咁必喎？對方係毛統嘅三星喎，你打咗個一粒落去，佢即刻用手機影咗相，今晚上 Facebook、RDM、DVD 啦。Superman， 我當知啦，不過咪嚟用死啊！水洗都唔清啊，啱唔啱啊？他就講行動黨唐人打螞蟻人，他不是講超人打三星，他不會放科普主題的，他是放火箭唐人打螞蟻人，我就水洗都不清，所以沒辦法。當時報紙我記得用一個蠢語，林之祥忍辱負重，我讀得書少，這句成語很深，我不識用，我識的就是林之祥我讀多次啊！林之祥被逼74歲啦，阿哥要為咗10幾20多歲嘅僆仔伸乜就？睇到冇？呢個就政治現實。點解？阿咪毛統黑過你少數民族，我哋選舉點樣選台民反曬？如果馬尾同胞唔繼續繼住反，跟住反，我哋冇辦法懟咁毛統。你記住，毛統係海盜。古铜是海盗，古基常嘅主党啊，马啲佢都系喎，你班海盗啊，然后郭振呢条船就海盗船60年，海盗船拿出齐个船长，系老婆其实揸船噶，老公，我度有嘢夹啊，我度有嘢抢啊，快啲啊，两公嗰度海盗，所以5月9日。怼冧海盗，好唔好啊？今日第一次好嘛，我咪5月9日你讲怼冧海盗啊嘛。5月9日，怼冧海盗。5月9日，怼冧海盗。5月9日，怼冧海盗。你怼佢怼，大家怼，冇买人怼啊，佢哋三赢啊。所以而家我哋要揾马哈爹做船长，马哈爹啊 ，O Captain， 马哈爹上嚟啦。有冇睇嗰个贵格唔饱嗰啲？貴格唔飽嘅特片咪一個老船長嘅嚇，貴格立片咪得貴格唔飽嘅特片啦嚇。馬哈爹就老船長，依家馬哈爹揸條船，我哋入邊有林吉祥啊，攞槍攞炮啊，安華德、安華福緊監啊，我哋依家橫空無疆嚟緊啦，要懟嗰60年嗰個破船，要懟那出個海盜船，大家俾力，我哋得唔得？我哋要買軍火懟冧去，今日就捐錢得唔得？啊、要捐錢啦，等捐錢我博1000元，我懟你啦。嗱，好簡單，我話點解馬哈爹咁重要呢？因為馬哈爹就可以喺鑑邦講話，影響到馬啲同胞一齊反。你唔信？林吉祥俾人揸住，一定要山乜走。嗰班撲街入去踢馬哈爹嘅場，半年前喺出阿林，馬哈爹演講 nothing to hide， 係咪啊？即係要講拿出嗰啲彎人點樣貪污嗰啲醜聞。結果我班因為有人創到又嚟喎，今次就著紅衫啫，掟鞋、掟凳，仲放嗰啲咩煙霧彈，砰！馬爹點啊？馬爹唔會學林吉祥掟走、掟下走嘅，馬爹閃一邊，然後呢就馬爹嗰啲馬仔啊，著紅衫上去打交。
咁行我啲僆仔打到嗰班冚家產一潑一碌交翻俾馬達。如果報紙會出馬哈爹咪嗌要撥高那支咪嗌要報嘅，唔會講嘅，就係講布薩都布布德撥高三星，明白嗎？馬哈爹行一邊嘅，馬哈爹點諗咧？馬哈爹嘅冇講話，不過我睇穿馬哈爹，我同你講，馬哈爹當時諗咩咧？我哋講你乜撲街，你咁嘅招數，阿叔發嚟嘅，你乜你都唔講，明唔明啊？呢啲咁嘅招數踩場啊，撲七啊，殺都唔係你知啊，抽獎冚唪唥啲有份發嚟噶，哪知佢咁嘅招數對付我，黐線！我食鹽都去食米啦，兄弟，行一邊啦，你手皮啊，你個撲街！所以馬啲好嘢，馬啲係驕雄。蘇丹同佢攞翻佢嘅嗰個 Doctor Three， 如果佢唐人一個打到蘇丹攞翻嘢，佢個嘅黃金水鋼即刻跪低啊，驚到腳都震啊！馬爹嗱，俾翻佢啦，我老婆俾翻佢，佢去睇戲 selfie 睇 Star Wars。啲馬爹好嘢喎，你睇馬爹九十三歲仲可以揸車落水，哇個數仲可以揸車，你睇馬爹點企啊？你睇哪隻眼企啊？有冇睇過那次講戲啊？啲那次打 golf 嘅時候。